香跟热能不足，而这些盐不只是外来的啊，还有内心的，这些都是啊，所以啊，这个也就是我之前在谈新冠病毒，像中医他们就比较常用的就是啊，会造成疾病就是六淫之邪，六淫就是环境，指环境，风寒暑湿燥火，那另外。 情绪方面、内心方面，就是指七情所伤，也就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变化都会消耗我们的热能。啊，那这样随着体香跟热能不足，如果你接触到更多的恶言，那它的败坏情况就更加速了。那这些败坏的情况啊，不是让我们走向疾病，加速走向疾病，就是加速走向衰老。 那如果你用善言，那它有时候还可以达到预防疾病。那即便有病了，也很快就可以修复，那还可以延缓衰老啊，增长寿命。那就是看你用什么言。所以生命随时都变化，所以每个人到最后老化的程度也不一样，甚至有些人年轻就大病一场，甚至也不能享受天年了啊，他很可能就从中夭折了。 都有可能。好，那为了厘清这些关系，疾病为什么会从好好的身体走向疾病啊，甚至衰老啊那我们要把它说清楚，我们就是用因缘果的理论来进一步来阐述。好，我们看下一页。那因缘果它解释一下。 因缘果它本来就是一个为了把事物说清楚啊，所以才假设出来的名称呐啊，大家也不用太执着，好像有因，为什么要讲因？因为有果，一定要把果也说出来，要不然你光谈因，那因做什么？啊，如果因坏了就会老跟病嘛啊，那这个就是果。 同样，你要把老跟病说清楚，那你就必须要说体香跟热能不足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彼此是怎么样相对待的关系？你不是为了单一说要说因啊，或说果啊，它是要把彼此之间，还有为什么你要用这些暗推跟热源，那就是言嘛，为了要改善因嘛，啊，所以有了这样整体的那。 谈因要改善因，必须要谈言；那要改善果，你必须要谈因。哦，所以谈来谈去，三者之间，哦，它变成一个都有环环相扣，哦，彼此影响的关系，哦，是不可能独立对待的。哦，所以他们彼此也是相待而生，哦，相对待而成立的。哦，这一句话在。 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以，我们诊断就是从这里开始产生的。哦，原始点也是跟中医最大的相同处，就是都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啊，几乎就是落实到生活化啊。你看症状，那就从人体它的变化，然后你从果去推断它的因。 那这样从因再下手就能解决疾病，啊，所以我们这里就提出，那原始点就更直接了，也不要透过什么望闻问切啊，望闻问切其实问题还比较多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详述了。那这里通过观察身体的变化，原始点啊已经讲得很清楚，在疾病与衰老。 疾病它是一个抽象名词，那具体表现在身上的就是症跟状，那一般中医统称为症状，那原始点又把症跟状进一步分类啊，然后各自表述，然后为了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症有三类，他们是属于患处体香还是他处体香，就是为了把这个指出来，那同样状也是状，就是要让你知道一些组织受损的部分啊，它都是由患处体香所致。那这样我们通过观察通过身体的变化，然后观察症状，我们就可以推断哦，这个疾病是他处来的还是患处来的。那我们治疗就可以很快的厘清了我们是要以按推为主还是以热源为主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那同样，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原始点因为都是通过观察体表的变化，那异常形态就是老化的现象比如脸皮皱那发白面皱高低肩长短腿这些形态的变化通通属于所以这里很容易看出，我就是通过观察身体的变化就可以分出什么是疾病什么是衰老。简单讲，你不是属症跟状，那这些身体的另外变化就是属衰老。好，那同样的如果通过仪器，那就是西医的部分了。西医仪器能看出什么呢？他们通过仪器检查出来的如果是属疾病，就是组织受损。组织受损，比如说脑出血、胃出血、溃疡、发炎、粘连，甚至肌腱断裂、骨折这一系列都是属于组织受损的部分。那一看，这个就是疾病嘛这个没什么话好讲。但是西医通过仪器检查，它不止影像能显示出组织受损，影像还能显示出异常形态，比如检查出肿瘤甚至关节变形脊椎侧弯甚至还有一些像肺纤维化癌肿瘤、肾肿瘤诸如此类的我们都称为异常形态。那另外它还可以检测出数据来，也就是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一些异常指数比如癌指数、肝指数甚至糖尿的指数，还有高血压的问题这些都是从指数显示出来的。那我们这里就帮西医分类通过仪器检查属于疾病的就只有组织受损，其他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都是属衰老，那这两部分统称为异常。好，我们进一步再来看下一页。好，那这里不论疾病跟衰老我们从因缘果的角度来看都是属果。那既然谈果，那自然就会谈因。那它的因是由什么引起呢？所有的因都是因为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还有我们的能量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运作所需的热能不足所致。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所有疾病跟衰老都是因为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那体伤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那热能这里体相还有分他处跟患处这里刚刚从医学示意图的架构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我们的老病都是因为有体相比如当时我太太得了癌肿瘤，检查出来乳癌，那时候为了解决她的问题，我发现几个月期间我的头发竟然由黑转白，而且速度之快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嘛，老化嘛。那为什么会老？因为我本身就有头部体伤，还因为压力所致，让我热能严重耗损所以才会短短期间内头发由黑转白那所以不管病也好，老也好它的因都不外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好，那这些体相它又有分他处跟患处，可以产生疾病跟异常，这个刚刚解释。我们继续看下一页。那热能不足刚刚也讲，它是要提供我们身体组织器官运作所需的但如果你不够了，那就会影响这些运作，而造成体香啊，甚至如果它原本就有体香，那体香也会进一步恶化，而导致啊这些衰老加速或是疾病的产生。这里可分为这些盐，也就会导致我们体香跟热能不足的盐，我们把它分为善盐跟恶盐。那善盐就是指的就是医疗保健之盐，也就是我们前面医学示意图讲的善盐。如果从医疗的角度，就是按推啦，那你要知道要按到底要按推他处还是患处，那还要善用热源，也就是热源有时候你光喝姜汤不足以改善热能不足的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热源必须要直达体香为止啊，包括灌肠、喷鼻、洗眼之类的啊。然后如果光按推跟热源还不够，那还有我们说的运动啊，还有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诸如此类都是属善言。那这些善言如果你发挥到淋漓尽致，那很多病是可以完全解决的啊。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恶言啊，我们刚刚举中医的，就是七情所伤，还有六淫之邪所伤啊，那个都是属恶言。那我们原始点啊讲的就更直接了哈，就是生气啦、压力啦、劳累啦、不运动啦、观念不清啦，诸如此类都属于啊。那这些会消耗热能啊，尤其情绪方面的波动啊，会消耗热能。那这个消耗热能之后，它会带给体香，影响到我们体香，那组织器官运作就会慢慢失调。那失调了，严重一点就会产生衰老的加速，甚至疾病的产生。但有一些恶言来得更直接我这里举的，比如说车祸啊、摔伤啊、烫伤啊，它就可以直接造成体香而产生疾病。另外，我们常常最近都在探讨新冠病毒的像病毒一来，很多人一感染了也会有症状，当然有一些没有症状。前面有讲，如果你没有体香，就不至于有症状诸如此类。有一些恶言比较猛的，它很快一进来，你症状就产生了。那情绪方面它是慢慢来的，它影响到热能，再进一步影响体香，所以它造成疾病是比较间接性的，那有些是更直接的。好，那这都是把我们因缘果的部分说清楚。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由上可知，因要影响果，必须借助缘。同理，缘要影响果，也必通过因。单一的因或单一的缘都不会影响果，必须要因缘具足，果才会改变。切莫在诊断上将果做因，如把热象症状的果当成热性体质的因，而使果与因混淆不清，或错认果，如衰老是果，疾病也是果，却老病不分，将衰老异常当成疾病本身，无端地使病人变多，或倒果为因，如将异常及组织受损的果当成症状的因，而说一症多因或果生果，或在诊断上弃因谈缘，不谈身体运作的因，却谈伤身治病之源，如细菌、病毒等可导致疾病，而说缘生果，或在治疗上弃因谈缘，不谈身体运作的因，却谈医疗之源，如西药、疫苗等可杀死细菌、病毒，疗愈疾病，而说缘治果。好，这里进一步就把前面的因缘果落实到我们来看其他的医学，就会看出很多问题来。啊，因为前面已经讲过，因缘果它不能独立的，它彼此互为影响，所以你要产生果，一定是因受影响。那因为什么会受影响？因为有善言跟恶言，他们会影响因。啊，所以简单的讲，因要影响果，必须借助言。 同样的问题也是，你言要影响果，也必须要通过因。那这里就指的是什么？你看，言要影响果，必通过因。很多我们医学常常讲，哎呀，你这些保健方法，你不能说治病啊，当然保健方法也不能。那医疗方法能不能说治病？当然也不行啊，因为病之所以能好。 是因为要通过因呢，真正主宰关键的是因，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运作，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你不能说言什么方法就能治果，不可能，它还必须要通过因啊，这个因很重要啊！所以原始点它为什么特别强调从因治病，也是这样，你一定要了解因好。 那单一的因或单一的言会不会产生果？不会的。我们说的有因未必有果。比如说单一的因，比如说生孩子，男生当然不能生，那女人一定能生吗？也未必。为什么？理论上她是能生，但是她没有跟男生结合，她也生不了。所以她有这样的因，人生孩子的因，但未必能产生果。 它还要有什么呀？言的帮助，所以我们说单一的因不会产生果，也不会影响果。那同样的单一的言，男生假设男生，那男生他也不可能，他没有女生来帮忙，女生生孩子，那男生怎么生呢？也没有透过因，他是不能生的。同样你说药有效。 那不透过这个身体的运作，你怎么会有效？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谈医疗与保健姜为什么不能治病？我们就用汽车的理由来讲，汽车没有油，肯定就不能发动，不能发动，当然就没有所谓的空调的问题、音响的问题、导航的问题，通通没有了。那油加进去了，你什么都有，但不能说油就有。 音响功能、导航功能、空调功能没有的，它什么都不是。同样的，我们也不能说保健有这样的功能一样，它必须要怎么样？跟油一样，要透过汽车的运作，然后里面的设备，它才能把这些功能发挥出来。同样的，你要达到治病，一定要透过身体的整个运作。你怎么能说哪一种药能够治病？那这样就有一点。 逻辑不清的问题，那这个恰恰是我们目前医学面临到。医学说你保健不能说治病，那同样医疗也不能说治病啊。真正治病的是你的身体呀、所以同样从因缘果的角度就可以看出，哇，原来很多问题呀、医学说的问题常常偏于一隅。那我们用因缘果很快就能厘清。那因为这样厘清了之后。 我们就发现医学出了太多的问题，那下面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好，我们进一步来看下一页。下一页就开始有一点难度，尤其对初学者，我们是把前面讲过的做一个综合的就是论述比如说在诊断上不能将果作因了，很多人果跟因是搞混的。 比如说你把热象症状当成热性体质的因，那就不对了啊。这个我可以举例，比如说口干、舌燥、怕热然后甚至脸发红这些看起来都很燥热，但燥热是症状，它不代表你体质因跟体质是因跟。 果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些热象的症状，不代表你体质就是热性的。如果你把它这样简化了，那你就会认为啊，那我就要应该要开寒凉药，那一开又消耗热能了啊。我们的体质都是只有热能不足，比如你们现在在听课，听了一两个小时，哎，你们就会慢慢感觉肚子饿了，需要去补充食物来改善你的热能嘛，啊，这个才是对的。 那你不能说，哎呀，我因为听课啊，听了很努力，结果为什么我的头感觉热热的？听了很努力，有些人感觉头热热，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冰敷一下？那你这时候你就，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你把这个热的症状，把它当做你的体质了。 那体质是热能不足，应该要补充温热的啊一些食物来改善热能不足，你却用寒凉来冰敷，来进一步消耗热能。那这样把果当作因，自然就会产生哦一些问题出来啊。比如我们进一步说中暑，啊中暑外来的热让你感觉倒下去，那很多人就说啊，那中暑就应该用。 啊，绿豆汤啊，西瓜汁啊，来让它凉一下，甚至开一些清热哦，也就寒凉药，来把这些热逼退，这是不对的啊。那即便他倒下去哦，晕倒了，这时候他热能更加不足啊。那你用了哦，为了认为他是在太阳底下倒下去，所以就要用寒凉。 那很可能你又把果当作因了，也就把恶言，也就是这些恶言，然后以为它有热象啊，比如说他可能口干舌燥，说我一定要赶快给他寒凉的，那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啊，就是你不要把外面的环境的热也把它当作那个。同样，你当患者有热象的症状出现，你绝对不能。 把这些热象当作是体质的，体质也在热，而用寒凉药，哦，所以中暑如果即便有口干舌，他有口干舌，甚至脸也发红，那也不应该用啊一些寒凉药，甚至只要把体伤解开了，然后温敷，而这些症状自然就可以化解了，啊，这个部分哈，当然如果明讲就是指中医啦。 中医很多都会把这些热象症状，尤其经过他们的辩证啊，他们会把这个果当成因啊。那我们从因缘果是可以很快看清楚啊，这个果啊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医还有一些我们之前讲过的哦、啊，有表热里寒、上热下寒啊这些说法啊，我认为。 确实都是有把果当因的这个问题把它搅混在其中啊，所以这个就是指的中医。